后山莲们，花莲慈济功德会总部隔壁，林子里面就是。我住在这里，好像自己住一个十个房间的豪宅，呵呵。楼上有六间了。这可以住五个人，差不多3000块以内。这是古董还是贵物？难说。木桌椅都很重。这个50年，梁老师也做过花莲玫瑰石火锅炉吧，石头。涨水了。